我可以不住在这间酒店，我可以告诉人家的名字给我，你中国人对不对？我不需要，我不要搞那么麻烦，我只要通通方便就好了，通通方便就好了。啊，歪的也好，老谢也好，哎呀，他早已跟我们的跟我们的妈咪已经干嘛怎么样通道就好了。你叫什么就好了。小我只要跟阿歪，我让歪，让歪讲一下就好了。通通方便，通通方便。小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谢。什么房间？小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不起。Let you me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搜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是要找你麻烦，大家方便就方便。不用麻烦，我下面讲的房间满了 ，OK？OK， 你别放一个，你跟我说还有房间的。我跟你要登记，你没有我就没有房间了。我有啊，我有。那你不要给了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什么登记？你要什么登记？你跟我讲。我们大家方便，人方便自己方便，我们打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赚钱也好，那卖也好，就寄也好，我们就是要赚钱的。不好意思，这边不卖淫。我们不是要卖淫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不是卖淫的。妈的，你讲话流点口水。你讲话流点口水。流点口水，你可以马上报警过来。你报啊，我没有拒绝你报啊。OK 了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给我你的 number 就好了。你的歪种，我们早就已经脱好关系了，很方便很近的。管你叫老板打电话过来了，管你那么嚣张，管鸟事好，管鸟事好，不是，房间是我要不要给？好，把你的号码给我就好了，号码给你，把你那么给我就好了，把他号码给我，喂，他号码多少？哎呀，他号码多少？小七，他号码多少？小七，串你太串了，打工了你拿多少钱工资？小姐啦，他妈都阿歪老总的歪哥拿老总的。来了，看号码给我，号码给我，你的号码多少？栏目多少？我看栏目，给我就好了。我让他打给你，我老板打给你 ，OK？ 拿来给我，拿来给我就好了。小姐，有没有房间？不好意思，房间满了。你想加进去？没有了，没有事，没有了。不是，我就要这个房间，我就要这个酒店房间。你的号码给我就好了，你的号码给我。你不要麻烦，对不对？你的不要麻烦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出来卖的，我们说给老板也好，他妈的，包括这老总歪总都好，我们都是一个条船的，不要搞那么麻烦事，大家拿份工资。我只要你的号码给我多少。空姐，让我们距离更。